原标题：历史故事。暴毙的秦孝文王，秦孝文王的名字叫做嬴柱，也是为安国君，是秦昭襄王的第二个儿子，秦始皇的祖父。但是他在位仅有三天，在这期间，秦孝文王下令大赦罪人，按功表彰先王功臣，优待宗族亲属。他死后葬于寿陵，由他的儿子秦庄襄王继位。他一生有二十多个儿子，他成为太子后，将他最宠爱的一名妃子立为正夫人，号为华阳夫人。由于华阳夫人一直没有孩子，安国君就听从他的建议立人为儿子。本身一人因为生母不受宠爱，还被当作质子被送到赵国，还是在吕不韦的积极劝说下，华阳夫人才成功说服安国君立一人作为自己的继承人。安国君为表决心，还亲自为华阳夫人刻下玉符作为物证，又命令吕不韦当作一人的老师，悉心教导他，还时不时的委托他给一人送了好多的礼物。经过这番折腾后，一人在各大诸侯间的名声越来越大，在吕不韦的帮助下，成功的返回秦国，成为安国君的子嗣。秦昭襄王56年，秦昭襄王逝世，则安国君继位，顺利的当上了秦孝文王。在位期间还追封已经去世的母亲唐八子为唐太后，并与昭襄王同葬在一个陵墓，随后立自己的正妻华阳夫人为王后，而一人也就自然地登上了太子之位。关于秦孝文王的奇闻异事，一则典故叫做五族之牛。根据《汉书·五行志》里的记载，当时的秦孝文王出游，来到曲眼 Tilwan， 也就是如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盐池县。在这期间，就有一个人献上了五族之牛。在《东周列国志》这篇关于历史的小说中，秦孝文王在其中的一个小故事，武安君韩渊此度由吕不韦巧计归一人片段中上场。这一历史事迹跟《史记》里记载的内容基本相同，但历史上关于他是怎么死的却没有过多的记述。据说他是在正式即位后不到三天的时间就去世了，到底什么情况还需要考察。在公元前251年的时候，他的父亲秦昭襄王因病去世，便宣告由他登上皇位。前期时间要先进行服丧，丧期满后，也就是在公元前250年的时候，他举行了登基大典，于是顺利的登上了皇位。可是根据历史上的记载，他在正式当上皇上后，没过三天就去世了，并安葬于西陲。秦孝文王在死时52岁，在当时已是高龄。至于为什么这么快就去世了，其原因也是捉摸不定。为此，秦孝文王的死因引起了后人的猜想。从正史上看是看不出正真的死因，从野史的角度来看又不完全准确。总之，各种奇葩的说法都有，能让大家相信的并不多。第一种说法，从事件本身来分析，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吕不韦，他也许为了想让自己权倾朝野，所以打着要扶持太子并想让他立刻继位的想法，在秦孝文王当上皇上后立即将他毒害也是有可能的。但是后面的事实可以说明吕不韦没毒死秦孝文王。当秦庄襄王秦孝文王之子死后，吕不韦扶持年幼的嬴政即位，并帮助他统一六国。可以看出他当时没野心当秦王，不然他没必要为自己留个杀死秦孝文王的骂名而去辅佐年幼的嬴政。他完全可以故技重施杀死嬴政而由自己即位。第二种想法就是，当时秦孝文王在太子的时候就已经年纪很大了，当上皇帝已然是高龄的年纪了，再加上他在当太子的时候纵欲过度，又进行了一年的服丧，所以导致后来病死也是有可能的。第三种说法是，秦昭襄王即位后立长子刀太子为太子，而安国君是次子，本与太子宝座无缘，
后来道太子在秦昭襄王40年公元前267年先死了，安国君才被立为太子。此外，秦昭襄王晚年猜疑心特别重，连大将白起都被赐死，所以太子安国君一定活得提心吊胆，情绪压抑。第四种说法是，由于秦昭襄王在位时间长56年，所以太子苦劳才等到继位这一天，十分兴奋。同时安国君在当太子时长期享与安乐，一临朝就被冗杂的政务所击倒。安国君秦孝文王生有20多个儿子，安国君成为太子后，便将他非常宠爱的一位妃子立为正夫人，号称华阳夫人。华阳夫人一直没有子嗣，安国君有一位排行中间的儿子名叫异人，异人因生母夏姬不受安国君宠爱，而作为秦国公子在赵国做人质，因为华阳夫人是楚国人，吕不韦事先叫回国后的异人穿楚国服装面见夫人，华阳夫人果然大为感动，正式收异人为义子，并改名子楚。后在吕不韦的活动下，华阳夫人成功说服安国君立异人作为继承人，随后二人命吕不韦担任异人的老师，又委托他带给异人很多礼物。在此之后，异人在诸侯中的名声日益增大。秦昭襄王56年前251年，昭襄王去世，太子安国君继位为王，是为秦孝文王，华阳夫人为王后。子楚为太子，赵国也护送子楚的夫人和儿子嬴政回到秦国。秦孝文王元年前250年，孝文王正式即位，三天后突然暴薨，子楚即位，是为秦庄襄王。秦庄襄王继位后，下令大赦天下，按功表彰先王功臣，优待宗族亲属，不施于民，并尊生母夏姬为夏太后，养母华阳夫人为华阳太后，任命吕不韦为襄王，封文信侯。赵孝成王也主动派使者将赵姬母子送还来交好秦国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